每天有早安吻，还有晚安吻，所以一共是122个吻，加上今天的早安吻，你给我。痊愈了？丁医生是这么说的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太奇怪。耶。2个月。什么2个月？61天。从我跟你表白到现在，一共是61天。然后呢？所以你欠我61个吻，现在你痊愈了，你这些都得补给我。沈静源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哦，不对。每天有早安吻，还有晚安吻，所以一共是122个吻，加上今天的早安吻，你给我。沈静源，你怎么这么无赖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出门。哎，那就先给我一个吻别。沈静源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我也想尽早归队，争取奥运会的门票。赶紧回去吧。哎，你怎么又一声不吭跑出去了？我很担心你的。我临时有点事情。既然你现在可以亲密接触了，那你就要把你欠我的慢慢还给我。来，先来一个贴贴。沈静源，你在直播的时候都学什么怪词儿啊？拿了，赶紧回去。沈静源，你这个姿势会压到伤口的。沈清月，你怎么还在生气啊？气点在哪儿啊？你刚才为什么不亲我呀？护士在后面呢。我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昨天晚上之后你对我更加冷淡了？我没有啊。你还不辞而别了？其实我是去找杜凌峰了。